金董事会主席王清贤先生致辞，有请。尊敬的王主席会长，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香港侨爱基金董事会跟理事会热烈祝贺吉港侨委会成立34周年第14届的李建胜会长。吉港侨委会成立34年来，在历届的李建胜会长代表下，成为了香港侨界的主力军，也成为了香港吉港校友们的温馨的近期的大家庭。刚才叶圣陶主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感到啊，这个34年来，确实吉港校友会在各方面的都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各位校友，各位亲爱的吉港的校友们，各位侨友，我们这些华侨侨界的团体、侨友的团体，基本上是50-60年代回到了大陆，回到了内地以后呢，辗转来到了香港。大家现在基本上是70-80岁，而且呢，很多社团基本上是后继无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感觉到呢，这个校友会作用啊，在这个后期的校友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侨爱基金也是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理念啊，牢记着我们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原来共同的理想回到国内，共同的道路来到了香港，大家都是经过了艰难痛苦、艰难甚至是痛苦的道路，所以我们侨爱基金在侨界的各位上长人物的支持下，在各社团的义工们的支持下，我们顺利地组成了侨爱基金。几年来，我们已经慰问了10,000多名的这个侨友啊，在春节的这个敬老活动呢，我们呢发了红包，发了纪念品，大概1万多人次。我们呢，基层侨友、基层社团，先后几年来已经慰问了住院的、住老人院的侨友1000多人次。我们在这几年来也已经发放了100多次的赞助呢，给这些困难的侨民啊。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呢，我们侨爱基金任重道远，我们也期望跟吉港校友会、跟全体的侨界的基层社团一起，把这个使命做好做大，我们一定，侨爱基金一定不辜负上长人物，不辜负社会，不辜负我们的侨友对我们的期望跟信任，我们一定会继续做好，坚持到最后。谢谢大家。我们办了2件事，第一件事呢，我们跟社会福利署联络，搞了一个座谈会，因为我们在发放这个善款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很多的侨友啊，这个很可爱啊，很可爱。那这不，这个尽管很困难啊，也是
要不靠自己，要靠自己。所以呢，我们开了这个社会福利组织会以后呢，我们更加了解到，我们应该合理的利用社会资源，种园也好，这个苹果的这个生果金也好，生果金有两斤，那一斤二斤3000多，两个人是7000多，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呢，我们在平地的时候发现很多草也不懂这些啊。第三个有很多病，那不管是这个癌症也好，什么病的话呢，都可以申请科别人上访啊，跟社会福利署。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呢是一个香港市民，我们有权利，我们已经有义务交税，为建设香港贡献力量。当然，我们也有义务，我们也有权利来利用社会资源。第二个，我们呢，这个感到我们很多侨友呢，那个找老人院啊，我们经常去老人院呢，看到那个老人院里的这个特别是私家房。一个房间各成两三个，各成上下房，看起来不太理想。最近我们跟一个我们侨界的华侨，经营的一个新的老人院，大家可能经常去了，就是长沙湾的立克村那个酒楼啊，现在改做这个老人院，它是华侨案。他在延安就搞过一个老人院嘛，啊，这个搞新的，我们呢去参观了，环境还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不做商业广告，我们只能够做推荐，啊，我们跟他商量了，我们的侨友期的话，希望可以照顾，希望可以这个适当的硬件方面、收款方面可以适当的照顾，啊，所以呢，他也同意了，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感觉到呢，如果好的，他们玩得好的话，我们这个社团也好，我们的侨爱也好，要去问一问，怎么也方便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强调，我们不作为商业宣传，是作为这个介绍，好吧？但是我们没关系，好吧？这两件事呢，如果有的侨友需要的话，就打开。好吧，我们呢一定是尽力把它这个搞好，之后呢大家也能够相聚，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老年人在这个群保分之间，我们老年人。